要去珍惜这一点点的那个自由吧，不然有一天我们可能都连这个都没有这样。
嗯，好，这样落差会很大吗？落差会很大吗？哦，跟今天活动好像不太那个哈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有一首歌再补给大家这样。那个，我们有3分钟的时间，请那个比我年轻的乐团，那个你看我们这个都很自然的，哪有人这样 cue 人的？等下比我那年轻的乐团的主唱都到后台集合一下，等一下我们要给大家一个特别节目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再带给大家我自己乐团的歌曲《审判》，谢谢。